各位大家好，非常欢迎又来到某一层有声书系列哦。我们今天玩教回归系列呢，第四个小项目呢，来跟各位谈一下这个法证人间大审判哦，还有我们讲到蒂姆金讲到人民留一半的遗言哦。那因为现在事情到这个节骨眼呢，事实上所有人类呢，应该是非常的要关注的，就是这个最重大的一言，就是这一次的武汉病毒中共病毒一路研发起来，到现在为止人类空间所有展现出了所有一些迹象哦，这样的一个天象变化之下，很多的大劫难、大灾难在人世间呢一直在出现哦，一些大洪水、大地震也好，还有各种大家无法想象的一些灾难的出现哦。在西方呢，他们这些神职人员也都知道，这是一个大审判的现象哦，也就是在等着主的归来，主的归来之前呢，在净化人类的空间场哦，清除一些邪恶。在最近呢，整个全世界一直在曝光很多邪恶系统哦，隐藏在地球这个人类时间空间场的后面的背后操控的一些系统哦。那在曝光的过程，很多的生命呢，事实上也这样，也都明白了很多，看到了很多我们过去所没有看过的，从没有想到的这样的邪恶。那这个就是在神在最后清理邪恶的之前呢，所展现出来曝光邪恶的这个动作。那这个过程里面，事实上也就是在进行的所谓大审判的一些步骤。那这个我们大法中呢讲到呢法证人间的事情，就是创世主他提到法证人间的大事情。宇宙的正法成住幻灭的宇宙已经更新了。创世主更新的宇宙呢，整个把宇宙过去成住幻灭事情给这样给整个承担力更新了，未来的宇宙不再成住幻灭。那最后呢，最后在三界里面整个被独立的隔离开来，在处理的就是三界里面，现在已经准备进入到法证人间，准备进入到人间。所以人间的很多的很激烈的现象会一直出现，都在警醒着心情的大家。不管武汉肺炎也好，或各种大洪水也好，这个都是干嘛，都是在警醒大家希望这些朋友呢，这些世人呢，能够有所思维一定要有所思维，一些宗教神职人员更应该的去好好去思考，跟所有宗教徒都应该好好去思考这些事情，不管你是祈祷也好，或是赶快的把这东西用预言的事情都打开来了。甚至在近期的今年来讲，也是有很激烈的预言出现像蒂姆金2021年呢，这个竟然有人民留一半的预言。那在前期的今年的这个近期的有一篇文章出来这也明慧网的一篇文章出来，也谈到这个所谓的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讲到一个小朋友大法弟子呢15岁他这个天目都开了，一直都是开的，是看到很多的另外空间的真相，当然有些东西他不见得会讲但是可以讲的，就是能够警醒大家的他也会讲那在同修呢把他整理出来，就这样的一篇文章出来，不过他也是一样他既然是也看到了这个法证人间之前在人类的大审判中呢这有超级的这个病毒超级的病毒细菌呢出现那这样人类整个把一个大洪水的整个由天而下整个来这样来清理人类空间场，这是非常惨烈的现象呢。当然这个超级的这个病毒细菌呢，它其实上本身呢在清理人类过程里面不留一滴血其实连骨头都不见了去整个把生命都吃掉。我记得在早期在这个师父的这个济南讲话中，这一段后段的答疑里面是有提到这样一个后面的一个一个很大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这个对人类的惩罚的一种现象哈、出现，就谈到类似这样的一个类似病毒跟这个细菌哈、那本身呢，它就是在警醒人类的过程里面，我们把它这样讲出来给大家稍微有一个概念哈、希望大家可以回过头去找到这些文章，甚至呢去停下脚步去思考一下人类到现在为止，你现在在努力的是什么东西呢？一个生命最终的终极答案是什么？到底我是谁？要去哪里？为何而来？类似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整个三界被创造的目的为什么呢？这是也要弄清楚了。所以各宗教中，西方的宗教在面对这种重大的问题，其实是面临一种崩溃的现象，它无法解答，怎么会这么激烈呢？实际上人类的宗教是神有意让人类呢对神的信仰呢，把人类呢稍微拉住一下，不至于败坏得太严重。这是五浊恶世到十二毒世的过程里面，是让人类的空间人类就是一个颠倒的现象。所以一般的生命在人间来了以后，就泡在人中，难免都会造了很大的业，最后通常都被销毁掉。所以人类的文明其实每5000年为一个单位，这样的陆续下来，一个地球年1亿年已经20000次的人类文明左右这个出现。所以 N 次的文明呢， N 次的石器时代， N 次的这样的文明起起落落这个就像亚特兰提斯的文明也好，还有更早期的文明也好事实上这些都曾经存在过，但是都是一样，时间到后面都会能因为人类的败坏而被毁掉整个系列的过程就是要告诉大家，今天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整个三界被创造都是为了宇宙的这些天王天主的下士在人间干嘛？要更新宇宙，随着创主下来的层层下走的过程里面，要配合的要想要得法，配合的创世主的宇宙在更新过程里面，自己也要这样承担起自己世界的更新，在人间的历练的无尽的苦一边要来得法，得宇宙的根本大法，改变自己的世界。所以围城呢一系列在解天机都在讲这个天机就是到底我是谁，为何而来要去哪里最后要回归到哪里，这个是所有人类的终极答案，也是各宗教的终极答案围城也讲到万教皆会，是期望的大家呢能够讲放下手边的这些宗教的末法末节的时期的宗教的框框今天停下脚步，你们学的基础也都有了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有接下来赶快结束这宇宙的根本大法。围城所介绍宇宙根本大法，就是创世主从宇宙中带来的宇宙根本，这是各位的事业中自己眼神中封印的很死的这个一个所谓的你远古的记忆这远古的记忆就是你一直在人间轮回转世千万年在等什么，等的就是创世主带来宇宙根本大法，要赶快得这部法，得了这部法你的整个记忆都打开了。为什么叫佛成大法，叫弥勒佛成大法？创世大法是弥勒佛成大法，就是讲是一个从佛的国业修起的法，因为各位的来地是天上的法王天主万王万主所以都不是简单之辈啦，在人间历练这么久的时候，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没有时间，宇宙的根本都在人间传的时间不会太长，所以赶快遇到机缘的话，赶快抓住这部法，赶快进入状况，赶快日本得法，赶快正式法，赶快弘传大法，赶快救助众生。其实各位不知不觉所去接触的一切生命都是跟你有缘的生命，这个很多的神的安排超过人类的想象。今天我们在讲到这个所谓的法正人间大审判，人民留一半的这个预言就是在警醒大家，期望的大家能够赶快去找到这部宇宙的根本大法，也能对于人类这种所谓的最后末往末节的最后呢，在法正人间之前呢，这种大审判之前呢，大审判的这个来临的时候，各位能够明哲保身，尽力把自己这样把自己保留下来，最起码今天能得了这部法，或者你知道这个创世主留下了九字真言，刘伯温的旧劫碑文中的九字真言里面的非常重要，讲到三个字就是真善人三个字。那九字真言当然各位知道，赶快回过去找这九字真言呢，这个创世主呢
来他的红船的大法有关系哈。那前面我以前都跟各位讲过这九字真言了，今天在这个最重要的及最严重的这个所谓的面对大审判的这个眼前呢，希望呢大家都留下来这九字真言，留给大家赶快去找，我不想把它直接曝光下来，是因为希望大家在围城的视频看了更多，知道更多的时候，你就呢心里非常笃定，非常明白，不会啊这个啊表面的去看这九字真言，因为这九字真言就是关键到你能不能留下来的一件大事，还有你的善心，你对这个创世大法所言传的过程呢，1999年传出来，从气功过程一路过来的这个功法来的理解，包含他本身在人间里面啊被这个邪系统破坏的过程，你呢有个善心对待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容易留下来。当然我们最重要就是说，我们不希望人民留一半，人民留一半这件事情，希望经过大法弟子能够去破解这件事情，能够赶快大家赶快现在赶快大家的赶快的去讲，去得到这部宇宙的根本大法，把自己不只留下来，有善心，你善心的对待一切生命的过程里面，你今天把先把自己留下来，同时你赶快找到宇宙的根本大法。这个宇宙根本大法在啊，我们这个创世主呢，他将他的整个这个法呢，全部压在一本书，这本书叫《中华论》，各位赶快到书店去看哦。这是台湾的一级书籍哈，他所出版的，你可以在上面书籍呢，在博客来呢，在很多书店买到这本书哦。你买到这本书，赶快回来看啊！你看过一遍哈，你这个神的那面是过目不忘了哈，你很容易就进入状况。再看看微尘的视频，你就可能够很明白的啊，能直接明心见性，你也很明白的能够这样去理解法的内涵。同时，你今天也可以进入到德法状态，同时正式法，同时红传大法哈。今天也是非常期望的跟各位讲到的，就是说整个万教回归的系统里面呢啊，人类的灾难就是有目的的，这个有目的就在警醒大家，期望大家不要被这个历史上安排的人民留一半的这件事情给吓到，那期望大家赶快起来，赶快把我们的信息轰传出去，赶快告诉其他周边的人，赶快介绍你的朋友，赶快去弄清楚今天我们家在等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整个的人类终极答案就在围城这边为各位打开。其实它的创世主整个讲话里面都有了，今天呢围城啊一众以我们大家的用理解的方式来解释给大家明白，这是维杰解天机啊！维杰解天机呢，本身就是在为各位呢铺这个回家的路哦，让大家理解创世主是怎么弘传这部大法，整个我们人类是怎么来啊？整个人类两亿年，我们一直到今天为止，今天面对大劫难的整个前后背景的真正的重要因素啊，维城通通把它解开来了。希望大家呢赶快去订阅我们维城的频道，赶快去分享。出去无私的分享，你今天救度了不止你自己的生命，而且你救度是无量的世界的生命，无量众生，你以你一起下来很多的很多天理上的华王天族的一些朋友，这些他们的一些生命，他们的整个庞大天体的这些众生众神的生命啊，今天呢，我们万教回归系列第四个小项，很简单的跟各位讲到法正人间啊，法正人间大审判与人人啊，这个所谓的人民地母经讲到人民留一半的这个意愿，希望大家能有所警醒，有所警醒，有所的去讲分享给其他的朋友哦。好，今天简单先讲到这里哦。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哦。Shh.
长路。